这不强奸了。 当然是说，期待是说能够盼我们就是合法吧，就是枪支可以我们做一个合法的给我们让给我们用，不要说找那一些没有安全性的又不合法的，对我们原住民来讲是根本就是不是动物受伤，是我们人受伤啊。 哎呦！到哪里呀？你要去哪？我们所谓的是要吃，我们不是拿来买卖。要是说有，比方说，哎，我今天运气好，打了多打一只两只，我们吃不完不可能拿去丢，我们会分享，我们会分享。 丢手，好好好，丢。哦，哎，大伙，大伙，干你妈的！哎，多喊点人哈！